28章哦，常德章。这个常德哦，真常是德，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呢，我们呢，在这个日常生活之中呢，就要把我们的那个整个那个道呈现。那么道所呈现呢，出来的就是德哦，它也是常住的德哦。各位有没有把这个《道德经》呢，都这个我们也放在心上？哦，道呢就是我们的那个良心，按照良心去做呢，就是德。然后呢，这个经常都这样不变，叫经哦，所以这个很容易啊。然后我们都把这个《道德经》呢，这个包在身上。哦，这边呢，老子就讲这个常德，哦，真常不会变化的，哦，那个德从道本体啊发挥出来，哦，那么底下呢，这个知其雄，哦，守其雌，为天下哦稀，这个呢知守，这个雄雌啊，就是阴阳。哦，雄呢？哦，就是英雄哦，大志向哦，雄。然后那个雌啊，就是母性哦，能够生育，所以就雌以啊，一个雌以阳，一个雌以阴。那阳呢？雌以动，阴呢雌以静，所以知动啊，守静，所以这个开始的时候。老祖就把这个天地之间啊，这两个相对待的都讲出来。那我们知道啊，这个两边，知道动静，知道阴阳，知道呢这个雌雄，然后呢，我们就是啊，不执着一边，就是能够走入啊这个中道。所以要知跟守，知雄呢，守雌。这个静雌呢，就始于静，静就始于本体，那个雄是始于动，动呢是始于我们的那个大志向，所以我们在这个人生之中呢，就要有那个。雄大雄的那力道，就是有阳，能够呢自强不息，能够滋阳，然后呢守阴，守之啊，那个静的本体，它能够呢这样的话呢有本呢，然后有用，它体用的全部啊，都可以这个呈现。所以知守以后啊，为天下稀。这个天下稀啊，就是啊天下的溪谷，那个纵川啊，那个水啊，川流不息的水啊，都流到了这个溪来的，他呢不期待啊这个百川啊都汇合，可是呢只要啊，你是啊这个在底下最底下。它所有的百川啊，它都会汇合，汇合啊到这个溪谷里面，所以为啊这个天下溪，就是包含整个阴阳，整个天地。那么为天下溪啊，常德不离，能够呢为天下的溪啊，这个常德，它就不会这个离开。都具备了，具备了这个常德，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顺其呀、自然，这个天下的溪谷嘛，它并没有期待说百川啊一定要流到我这里来，可是不管你在怎么样的迂回前进啊，怎么样的流，它一定呢都会到溪谷，所以呢。
这个是、啊、天下之首鬼、啊哎、鬼相。那我们知道呢、哦、我们这个心中、啊哎、自然而然呢都有、哦、那一种、我们的那个、哦、佛性本体在。那么这个佛性本体、啊哦、它自然而然呈现了、啊哦这个功能作用以后、啊、就会把、哦、那个德、哦、这个表现出来。因为道没有形象、哦、道的本身、啊哦、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没有形象。那我们呢表现出来的行为、啊、有形有相。那有形有相的这个行为、啊、从无形的佛性、啊来主宰、哦、无形的佛性、啊、来指挥、哎啊、这样呢所有的、哦、那个出来的行为、啊、都互合跟道呢相互合、啊、就叫德道德道德、哎、所以我们在、哦、评论一个人的时候、啊哎、就会讲某某人、啊、有道德、哦、某某人、啊、没有道德。有没有这样用过？我们都会这样的用的、哦、他做得很符合真理的话，我们就会讲哦，某某人很有道德，哦，就是行持啊很正道。那假如说某某人他都很自私自利的话，就不会称呼了，哦，不会说他很有道德。所以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之中呢，哦，就要自己培养，哦，从道的本体呀、啊。从佛性本体发挥、哦、整个、啊、都是德、啊、既然都是从佛性本体发挥就已经、啊、叫常、哦啊、常德。这样了解意思吗、哎、常德、哦啊、所以呢这个第一句、啊哦、知其雄、啊、守其痴、哦、就能够呢、啊、为天下虚，为天下虚以后、啊哦、常德、啊哦、就不离哦、不离开、啊、这个常德，然后呢复归于、啊、婴儿、哦、这个婴儿、啊、动静、啊、无息，婴儿、啊、婴儿他不会分别，婴儿会不会分别？不会、哎、婴儿不会分别，所以、哦、他不管是动不管是静、啊、都没有心、啊哎呀，没有心思说我现在要动，我现在要静，没有，都顺其自然。哦，那老子很喜欢我们呢，哦，修道啊，能够复归到婴儿的哦那个状态，没有分别心呐。哦，最重要就是没有分别心。可是我们现在只要睁开眼睛呐、啊，哦，分别心自然具备。哦、很自然的就具备分别心、哎、那要到达、哦、我们眼睛展开、啊哦、都没有分别心，各位浅浅要怎么做？这个导数很好用，所有问题都万年方向那个、哦、万念放下、哦哎、是在我们这个过人、哦、这个杂乱嘈杂、哦、生活、哦、凡尘事太多，那么在有空闲、啊哦、这个短暂空闲时间、啊哎、就可以做、哦、做万念放下，然后你清、啊、就是把那个、哦、头脑里面那一些、啊哦、所有的那一种思、哦、思虑、啊、把它呢放下来，那思虑放下来头我们那个头脑就清，那头脑清的时候、哦、想事情容易明白、哦、对真理、啊、也容易、啊哦、这个透彻。那假如说我们很嘈杂的时候、啊、那个、哦、没办法，头脑不清的真理就不现，所以那个万念放下是在我们想使头脑清醒的时候用，那个是要去掉我们所有的妄，
可是我们在应对凡尘事的时候啊，也要万念放下嘛。我们在面对凡尘事的时候啊，人家跟你讲什么话，你说万念放下，他这个话都讲不下去的。我们在这个应对啊，就是说不要攀岩。我们最容易哦，就是攀岩。啊，攀岩呐、啊，哦，就是造业。啊，造了业就是要受苦。哎啊，所以我们就是要改掉、哦、那个攀岩的习惯。各位了解攀岩吗？了解。什么叫攀岩？我们自己有希望、哦哎、自己有想到一个目的，然后这个目的、啊、希望由别人达到、哦哦啊、希望别人、哦、按照我们的、哦、那个思想 去做事，那个都属于攀岩、哎、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攀岩、啊、最容易发生、哦哎、没完没了的那个因果啊、所以我们就能够、哦、学习啊随缘。随缘跟攀岩有没有一样？不一样。所以我们了解、哦、说随缘、哦、那个张轴悟道记啊，他就讲说随顺四缘，对不对？随顺四缘啊无挂碍、哦、那个句语啊蛮对我们帮助都蛮大的，听起来各位都背得很熟啊。背背看，按念落去啊，煞无大，念的人太少了，胆子就不够了。哦，因为那个张轴啊，哦，他是一个秀才，哦，他的文学是蛮啊蛮高了，那个石霜。哦，九桃啊，还有霜，一个雨在一个像那个霜，石霜禅师啊，哦，度他，啊，他领悟的时候才讲出一首句，哦，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是他的，哦，啊，那个学识才能，哦，很够，哎，所以哦，我们就是要了解说，哦，那个讲出来啊，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或者曾经在基隆，就是把这一首这个寄语啊，讲哦一个半小时，讲一堂课，哦，所以呢，我们就了解说哦，光明即照，片和沙，哦，一定要了解意思，不然这个文字哦就很平常。光明是我们自己本性所具备的，本性具备的光明。哦，然后起呀、啊，就是如如不动的佛性本体；照就是佛性的随能之用。所以呢，哦，即照两个字啊，把本体跟作用全部都讲。哎，啊，本体作用一发挥啊，就前面那两个光明，这样了解意思吗？哦，光明即照，然后片，就是哦，整个啊。宇宙虚空都普遍我们的佛性本体跟佛性的功能作用、哦、普遍、哦、河沙就是那河中的沙，一粒沙、哦、一个国土、啊、像我们这个地球、啊、就一粒沙，然后、哦、遍整个宇宙虚空有很多的佛世界都遍、哦、所以要了解意思哦。各位听里面有没有解说啊？啊，有没有详细去了解啊？有。哦，那个真的是哦，非常的好。哦，它含义啊，哦，非常好。哦，光明即照，片和沙，凡人跟圣人啊，凡圣含灵，我们含的哦，那个佛性灵性啊，都一样的共一家，凡圣含灵啊。共一家，我们一念不生，
万年都放下，一念不生啊，全体现，全体的佛性啊都呈现。哦，啊六根才动啊，被允遮。我们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哦，你一动了，只要哪一根动啊，啊、哦，已经呢，哦，我们那个佛性不见了，哦，所以已经被云啊遮盖。哦，就没有了啦，哎，都是生灭啊，不生不灭不见的，哦，所以六根才动被云遮断的，哦，然后欲除烦恼从增变，你要除掉烦恼，又增加一重的哦变，就是障碍，哎，所以哦，我们就是要了解，烦恼就是菩提呀，哦，我们生出烦恼，是不是我们生化的？为得生，对，从佛性本体生的，所以我们的念头哦，都是从佛性本体生，所以观照念头哦，都是在观照佛性本体的，哎，所以或者有讲过哦，有时候我们要回光返照，哦，一观照了，就是在观照佛性本体，哎，所以要了解哦，哎，那个不是在看别人啊，是开始看自己。你能够回光返照，哎，那个哦，就是佛性本体，烦恼由它生出来了。啊，它既然能够生出烦恼，可不可以生出菩提呢？可以，哎，可以的。啊，所以我们烦恼哦，生出来是多的啦，是不是找自己麻烦？我们有没有找自己麻烦呢？哎，生出烦恼来烦恼，够不够聪明？有够巧哦，迄巧啊过头，哦，烦恼拢无够安尼，生一个烦恼出来烦恼，哦，所以那个哦，烦恼就是菩提，哎，知道说哦，原来是佛性本体，那既然是佛性本体呀、啊，有没有事？有担心无？无来啊，无去，无代志。对不对？啊，既然无代志哦，我们为什么要烦恼啊？哎，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哦，这个欲除烦恼啊，从生变。哦，本来没变啊，啊你生烦恼哦，出来烦恼的破病啊。哎，所以要把心啊放开。所以或许就哎，刚在这个高铁车上就。哦，就有一个问题啊，就问说，咱的心哪去有门关的哦？我就想，好、啊，我们有没有被心被门关着啊？哎，心开的嘛吼，哎，心哪关的？心哪关的啊？就迷闷，哦。就是迷闷了，所以一定要心开，哦，了解说呢，哦，这个烦恼就是我们佛性本体，然后呢，这个一下地怎么说？趋向真如啊，意思邪，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趋向就是我们努力哦，那个要努力的方向趋向。那趋向真如啊，就是我们要努力的向真如的方面哦去学习。趋向真如啊，意是邪，真的是很好嘛哈、哦，哦，一真法界啊，真一真一切真，一如一切如。真如，真如就是佛性本体啊，哦，那个很殊胜、很原始状态的那个名称真如。那么趋向真如啊，为什么是邪？各位先生，为什么？我阿都有听，没有懂的，哦，所以那个。张朝悟道记啊，
有啦，都提上去听，啊，有听的没有懂，这样就没有用了。哦，里面一定有解说了，因为我们当下本体就已经是真的，那我们还要再趋向，是不是变邪了？当下就已经是了，啊，你现在吼，各位去找，啊，在哪？是不是已经找不到了？就已经是了，啊，你还要再哦向外去找，就变不是了。哎，所以说趋向真如啊，哦，意是邪。然后哈，接着底下呢就讲说，随顺四缘啊，叫五乖。哦，我们主要随顺四缘，完成的哦，这个四哦因缘，哎，我们都随顺。哎，就是不要攀缘，不要自己做主张，不要自以为是，这个都不要，全部什么都不要哦，随顺的事业，这样呢没有挂碍，没有挂碍就是通达，通达就是道哦，所以道没有阻塞的，拢通啊拢达，哎，都可以通达，然后生死涅槃呐，等空法。对不对？生死跟涅槃是相对而立的名称，因为由生死啊，我们才要求涅槃。各位听听，涅槃是什么？啊、哦，研究一年半了呢，竟然连涅槃也不知道啊！哦，涅就是不生。盘就是不灭，不生不灭，叫做涅盘。啊，你有了解无？哦，不生不灭，哎，所以生死啊，哦，跟那涅盘两个呢，就互相对待。因为有生死啊，我们才求涅盘。假如说没有生死哦，就不用求涅盘。所以涅槃、哦、是假的名、啊、生死也是假的名、啊哦、两个、啊、平等，那个等、哦、是平等、哦、生死涅槃等空法、哦、平等都是、啊、空中的法、哦、空中有没有法？有没有？可是哦，各位，假如说哦，你蹲下来，哎，大概有三五分钟哦，你这个突然站起来，你看空中啊，会看到什么？那个就是空华啦，哎，阿都先看到那一幕。哎，啊、你不相信的话，现在就可以做。哎，你蹲下来，哎，三五分钟，啊，你向上站起来，啊，你紧看空中，看看到什么？绝对有物件让你看，绝对有。所以我们要了解哦，那个都是假象，假的形象啦。哎，我们哦，那个因为蹲下来的血液呀、啊。哦，就是啊，啊，已经没有流畅到脚步了。啊，你这个突然站起来啊，那个脚快速哦充血，上面都没有血了，啊，看到哦，跟平常整个都不一样啊。哎，所以或许都很喜欢实验。我有智慧，我才会养狗。所以你说要看空我这样看就有了啦。哦，啊，每个人看到的景象哦，又不一样，不敢看呐。哦，好像那个很大的，哦，很大的细菌哦，在空中哦转了。哦，所以要了解到哦，那个是假象，哦，暂时呈现的啦。哦，一下子等到你恢复了，哦，血液循环正常了，它就不见了。
哎啊，所以我们的生死涅槃啊，也是那样，空中的花。哦，我们现在呢是接受哦那个业障哦，把我们推到凡尘来现象。哦，那种哦业造业啦。所以哦，我们的遭遇啊，哦就是要了解是业障显现。所以我们好像木偶人啊，哎啊那个业障哦，好像那个后面的绳子啊。在拉，拉我们的手，我们手就动了；拉我们的脚啊，我们脚在动。所以，我们是木偶人，自己呀、啊、做不得主啊。各位可以自己做主了吗？哇，都一年半的时候，那个无法度做主。还是被业力啊推出，哎，所以一定呢，哦，要万念放下，要一念不生，哦，体会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请本体呀、啊、出来当家，哦，不要让我们的六根啊当家，哦，六根当家的话，哎。那个造业啊绵绵，受苦啊就不断。听得进去吗？这个是哦，所以我们修道，这个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呀、啊，哎，就是自己，看看哦肯不肯哦，我们打败我们自己的敌人。把它打败、哦、不让那个自己的六根当家，容不容易、哦、真的很不容易啊，也跟你修美呢、哦、所以、哦、有时候啊我们这个太剧烈了、哦哦、一点都不爱、哦、六根当家、哦、那个六根也俩狗，这个又是经验谈哦，哎，你要很温和的，哦，要跟他妥协、啊。妥协知道吗？先哦，将哦一半的那个钱饼哦，哎，把它拿过来给佛性哦当家，他一半还是让六根当家了，哎，妥协。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也都呈现了，哦，有一些家里不是整理得很干净吗？我们进去的时候、啊。要不要妥协？要、哎。妥协，妥协，妥协。有没有妥协呀、啊？有。哎，你以前都敢清理哦，无礼貌，对不？哎，所以就要先妥协。哦，啊，妥协了以后啊，哎，这个习惯了，习惯了以后啊，哎，六个人会知道说啊，原来我是哦仆人，我是哦。哦，卑女奴才，不能当哦，哎，这个员外不能当主人，他就会退位了，这样就很顺。那你假如说哦，一定要硬邦邦的哦，都不给六根当家，一下子全部都全盘哦，哎，请佛性出来，保证不出十天，你的六根哦抓狂啊，哎。你会发现说、啊、我人在边上呢抓不住、啊、很恐怖、啊、这个不在书里面，这个在经验里面、哎、你要实际经过、哦、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我们那个六根的习性、啊、这么强、哦、已经当家这么久哦，现在呢不给他当家，他竟然会反扑啊！我们在这个外面哦百货公司逛的时候啊，就可以哦去体会、啊。当我们的眼睛哦看到我们最喜欢的东西呀、啊，是不是舍不得离开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佛性要是命令说离开，会怎么样？
会这样感官的不？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所以哦，那个时候会跟佛性讲，你卖场哦，把它压抑啊，你不要管，我就是要看。所以哦，我们还是哦，做人还蛮悲哀的啦。我们从那里怎么会讲到这里来？哦，归于婴儿哦，这个跟婴儿有什么关系呀？我们最佩服的哦，就是婴儿那个，哦那个哭啊，哦婴儿不是很喜欢哭吗？他把那个哭当成运动，所以他哭的都很响亮。他哭了很久哦，会吵到人家睡眠，对不对？很奇怪哦，哭那么久怎么没吵声？你有听过那个婴儿烧香吗？有没有？他为什么不会烧香？因为他先天带来哦，那个元气啊很充足。那我们知道说婴儿啊，那个哦手啊很喜欢握拳头，有没有看过？有。那你有没有去把它搬开？搬得开吗？很紧，对不对？哦，那个囡仔惊啊呢，出事你还吃滚头乌往地条条，哦，要甲背后开个背袂开，哦，很紧，所以那个都是吼、哦、先天带来，然后我们慢慢长大哦，就慢慢消失了，哦，啊，直断断，哇，无去啊，哦，是不是这样？就是我们的精神哦，外放哦，从婴儿开始以后啊，都学习哦，精神外放，就一直散哦，把那个元神、元气呀、啊，哦，元精啊，都已经分散哦，分散了以后、啊、就消失不见。所以在婴儿的时候啊，哦，那个是最哦，是最理想的状态。我们修道呢，能够修到像婴儿那个状态，就成了啦。哦，这个释迦牟尼佛看我们众生哦，也都是菩萨摩诃萨，就是菩萨中的大菩萨，他没有哦把我们看成众生啦，没有分别心，人与人啊，都是平等，佛性都是平等，然后人哦与物哦也是平等。物与物啊，也是平等，哦，全部啊都是平等，所以哦，他成佛了。可是我们哦，或许都觉得哦，这个要看平等哦，真的还很不容易啊，哦，都有差别啊，人毛公的毛巧的，那有平等哦，对不对？平不平等啊？然后吼，有的人吼，佫较艰苦的工课嘛去做，对不？啊，有的吼，增加迄倒金珠啊，吼，拢不懂散步，有没有？平不平等？哪一个比较好？天做会较好，还是安尼整个事事会较好？啊，咱呢，家己本身是肯做一排，还是爱水水的一排？所以我们要了解哦，这个理想是一回事啊，
哦，啊，你实际啊去做，又是另外一回事啊。哎，那我们呢，就是要哦体会，怎么样呢？哦，我们的生活、啊、才会有价值。哦，怎么样生活下来啊？哦，有价值，这个才是重要的。那假如说我们活得都哦，啊免这行亏，还会想吃饭未？哎哦，哎，工课唔免做，还会晓食饭，各有钱人用。安尼一点哦，哦，甲未喘气为止，安尼好啊无？好啊无？这样的人生哦，哦，是不是都无价值啦？哎，咱有脚有手，哦，都是一件一做啊。哦，按人的价值啊，绝对不在身体啊，在于他的哦，哎，心跟他的行为，那个价值啊，一呈现以后，你要让人都能够哦感受到你的好处。像我们知道啊，烟灰哦，他生活得很苦啊，吃的哦也没有东西吃，哦住的又是违章建筑，哦。然后又很早就过世了，可是他留给我们凡人啊，就是一个榜样，就是哦很重视啊，哎这个道，很重视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他把整个重点啊，哎都提示出来。这个有道心，我们这边不是讲吗？烟灰也无去度人啊，是不是这样？他有没有度人啊？所以我们是着重底的现象，着重底的数目，讲有啊，伊都多一个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哦。可是颜回啊，他所度的、啊、是天下的众生，把所有天下的众生啊，都度化哦，让众生成佛。怎么成？就是从他的行为，哦，得一善，前前无因，简不简单？简不简单？不是啊，或许是说他教我们的、啊，简不简单？嗯，就简单的啦。你哪位仙翁哦？你得一善，前前无因，安尼哦，你就幸福啦。有多人无？哎，他的度人啊是最究竟的，怎么会没度人呢？哦，那那那躲孤爷哦，真桃花龙生了没完。他、啊、成佛了没有啊？还搁底下苦海里默默修呢，对不对？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本身都在里默默修啊。啊，咱多的人伊拢幸福啦，怎么可能？哦，所以要了解到那个重点所在，你就是要提示，让人知道要怎么成佛。成佛就是把你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哎，得这一善，得到这一个，你前前福音，终身福世啊。都不敢我的判断，我们做得到吗？就是因为做不到，所以我们都没有成佛了。哪一天做到，哪一天就成佛了。所以他有没有度人啊？有，有，他有度人。哦，我们不要从现象去说，现象哦，那个度人那个哦，那躲孤爷孤爷哦。那个我要聊的，就是哦，跟众生结善缘，就是聊一聊我们业障，这样子而已啦。哦，你当行功后功大德大，不大不大。纵然哦，你安尼多一千万人嘛，也不大。一千万人多不多？那跟世界比起来，世界有将近60亿啊。那60亿比几千万的差多少？
所以我们要了解，以树木来论啊，哦，那个都很小。那我们把所有哦这个地球啊众生60亿都度尽了，那也只有这一个哦，这一个佛世界啊。那还有无量无边的3000大千佛世界，还能躲过一世界？一个也没，对不对？所以要怎么说呢？哦，我有啊，我好多人。哦，要了解到那个真的是重新重现，才是究竟，才是根源。那你从事物，从现象，那个都虚幻不实在。了解我？了解。所以不要住相，相是假的，只要落入形象都会变化，都会过去的。在我们的佛性啊，哦，10000年之中啊，你看我们的一生多么短暂，是不是很快就过去了？一转眼哦，那几世人都过去呀。啊，那几世人过去哦，咱按一个回想，咱得到什么？苦痛啊，对不对？啊，无人安尼认同啊，拢无苦，拢真快乐。所以在哦凡尘啊，就是一定啊要立志向，很重要哦。知其雄，守其雌。哦，知道呢，我们要这个大志向，哦，自己呀、啊、要成就，哦，要呈现作佛，然后度化所有众生呢、啊，也让他们都成佛。哦，我们要知道知其雄，哦，大雄，哦，就是大志向。然后我们要守其痴，哦，那个痴啊，也就始于啊，哦，本体，就一定得要守住本体。哦，你才有办法哦，那个大志向呈现哦，能够达到哦，所以我们呢、哦、要哦，在这个生活之中呢，就是要实践，要去做，还能够一直修持啊。或者就讲，我们哦，这个分别心很强，很浓厚，一看到有钱人跟没钱人，有社会地位跟没有社会地位。已经都很明显的差别，然后呢，我们看一看啊，修正者他们怎么样来看？哦，以佛释迦牟尼佛讲，这个不管你是福报，哦，是很坎坷，在佛的眼光看啊，那个都属于你自己造的业障，所以他都把它拉平了，享福不用骄傲，哦，受到挫折啊。哦，也不要伤心，自己造来的。这样的话哦，是不是明显的对比啊，就降低了，有没有？就不会哦羡慕啊人家那个福报，也不会去哦讨厌啊人家的挫折、失败，不会。啊，不会以后啊，就容易啊拉平，还能够拉平。以后再看的时候啊，就没有差别了。所以我们现在哦，看到总统跟看到流浪汉一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对不对？可是哦，在佛来看，你总统是福报，你跟众生结善缘，哦，众生呢、啊、选你当总统，啊，你当哦这个流浪汉，就是你什么缘都不结了。你自己靠你自己就好了、啊、所以、哦、那个不要怨叹，卖怨叹，你举手要做什么？要问问题吗？那个要等一下了、哦、我们还没3:30。我看你举那么久啊、哦，
能够在现象之中呢，把它这个整个都从真理去解释，拉平他们的那个地位，这样的话分别心就会渐渐的淡薄。那渐渐淡薄了以后，我们在生活下去呀，我们就会有那一种平等的那一种情操出现，看到什么都是平等，都是平等。然后我们平等了以后，对众生就容易产生那一种见尊见，就是对众生都尊重他的整个人格。我们现在对不对众生呢？尊重人格，实在说了很难。我们都会瞧不起人，自己是最最高的，把人那么比你个还慢，你别去改这个敬重，会讲说门都没有。那所以那个自以为是就是最糟糕了，那个以后就是要天上灰了。会不会天上灰？那个大骄傲就要当大火鸟，我们要看他的话要用望远镜。那个小骄傲就小千骄我们也都看过有没有？我们喜不喜欢去当？会很羡慕他们自由飞翔，羡不羡慕？他们也很辛苦了，下雨的时候我对比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还是当人因为人可以修正人道之中呢可以修正成佛，所以要成佛一定要在人道人道可以修成十方之佛天道呢虽然是很殊胜可是天道呢他还是要到人道来才可以修成佛，因为那个天道的福报也都有期限那个佛在鼓励众生行善的时候说行十善就可以上升天道，那个是循循善诱了，因为看凡人造罪太多所以鼓励去天道就好了。那对我们修道人来讲要求就比较高，就是要超越三界三界知道吗？要知道我们是要超越三界这个欲界色界跟无色界我们呢都要超越超出三界，然后呢不在五行之中是我们追求的不要在五行之中因为呢六道轮回都太苦了最好都全部能够脱离脱离六道轮回一定呢要立志向要实际做能够呢在日常生活之中拼除呢所有的尘垢，凡尘都是污垢的，会污染我们佛性，所以用那个尘凡尘，尘就是灰尘，都、就是那种垃圾我们沾惹的尘垢多不多自己把它清除了凡尘我们这个了解说是借我们这个住的旅馆，就让躲在里啦不是可以常住。常住是我们真心，那我们真心所住的地方因为真心没有形象，
所以、哦、不用凡尘的形象来住，就是 自在真空之中，整个空啊都是我们佛性的家、哦、真空，然后佛性本体啊妙有没有形象、哦、真空妙有，这个是啊哦，因为教我们的德一善，啊，我们都得了啊，有没有得啊？有，哎，我们都得了，重不重视他？真的重视吗？真的。我们对现象的物质呢，哦，比较重视啊。还是对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比较重视，真的要衡量、哦哎、心里面在想说啊，爱吃饭呢要不要啊，要借假修真、哦哎、真的在生活上、哦、还不能缺、哦、没在讲没在快讲，所以、哦、我们要了解说这些并没有矛盾、啊哦、它没有冲突的地方、哎、我们在这个生活之中呢求取、啊哦、那个温饱是很容易的啦，求取温饱、啊、容不容易，我们刚才想要搅拌请我修、啊、有个地方遮风避雨、啊、容不容易，这个都容易对不对，可是假如说我们延伸下来的、哦、那个欲望啊无底深渊如矮如贼啦，那个就不容易啦、啊、真的说我跟他嚼霸没说嚼喝啦，嚼霸的喝请我修没说潜水啦，然后后汤大没说一定都要自己买啦，这样有容易吗？真的很容易对不对，可是我们就这样满足了吗？啊，为什么不满足啊？所以就是要去追求这个背后的原因、哦、我们投入一生、啊哦、追求买一个房子买一部车子哦、然后全部家庭电气化、哦、那个科技啊、哦、日新月异、哎、你有这个、哦、电视可以看的、哎、那个现在、哦、有那个什么易经啊电视是不是又更新了，难道很大家庭电影院、哦啊、那个音响啊哦，一只喇叭竟然20万，啊，你听过以后，哦，就被它吸引了，哎，真的好听嘞，跟普通喇叭都真的不一样。当或许是小孩子的时候，哦，哪有收音机？没有了，哪有脚踏车？没有了。两只脚，嗯，然后第一次啊，听到收音机的时候啊，还左看右看，东看西看，那个人怎么躲在里面呢、啊？啊，这么小怎么躲得进去呀、啊？哎，够笨的哦，所以就形成了很单纯，哦。现在的小孩子啊，是这样吗？哦，也就跳了。他的聪明呢、啊，就是被电视教的了。哎，不是聪明过头了哦。哎，对他并没有好处。嗯，所以要了解说，我们对哦那个哦现象的投入啊，越投入的话，我们迷失的越厉害。迷失啊，迷失我们不生不灭那个真心佛性啊，也厉害。我们想把它找回来啊，找不回来。
连想找的心都没有了。在玩那个电脑的人啊，他想不想把真心佛性找回来？想不想？他的心在想什么？所以我们就是了解他已经偏了，用心用偏的，那个不知其雄，不守其雌的，不知道，不知道，人生的重点呢，不知道在哪里，可不可怜？可是我们反过来，以他的角度来看我们。我们可不可怜？以那个玩电脑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修道人，我们修道人笨不笨？真的很笨所以这个就是角度问题看的角度不一样所以他一定很笑我们可能求，所以老子也说啊，不孝就不自以为道。伊那无求哦，咱的道就无宝贵啊。所以伊愈求哦，咱的道愈宝贵。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要培养我们那个般若妙智慧。各位先生，般若妙智慧怎么培养？非常正确，一定要从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培养，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呈现，时间久，般若妙智慧就生化了。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啊，绝对不是我们凡尘的那个邪事啊，可以求到可以学来，都不可能。都一定要撇开，全部妄都撇开，万年都是妄，妄都撇开，妄即真才显，真显的时候才有般若妙智慧。会背了没？要把它背下来，为什么？你背下来就容易做。容易做就容易达到目标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是唯一的方法，唯一的道路，不这样做没办法启发我们那个般若妙智慧在玩电脑的人他有没有机会培养出般若妙智慧？有没有？正确的，有的话就是要把玩电脑的心整个都放下。他已经那么热衷去玩了，他放得下吗？放不下了。各位浅显，我们放得下吗？考虑考虑放话嘛，舍不得也要舍啊，所以看我们的那个心有没有坚定我们假如说想说我哪一口气没来没放嘛爱放，对不对？那个心来做的话容易，对不对？我哪一口气没来，什么事情都没爱放，好我现在先放，现在先把动作细腻，容不容易？因为人心死掉了，道心就生了，对不对？所以得失呢很难讲我们在凡尘呢，这个得失很难讲，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富贵婴儿的时候已经回到。恢复到我们的本来已经归到我们的源头，
那么底下呢，知其白，守其黑啊，为天下事。哦，白黑也是一样，知守。哦，白就是表示啊，哦，非常顺利；黑呢，就是表示啊，哦，就是黑暗面、晦暗。哦，然后白呢，表示啊，荣华富贵。啊，那个黑啊，表示哦，哦，贫穷。哦，那个贫贱，就是啊，什么都没有。哎，那我们要了解说，哦，白啊就是白天，黑啊就是黑夜晚上。啊，有没有？我们完全有没有这两边的对待？有，不但有，还很明显，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哦，哎，不着于白，也不着于黑，就是中道。啊，我们把两边啊。都能够知守，能够知能够守、哦、那我们就已经呢在中道之中，他能够进入中道，所作所为、啊、就不会有亏欠。那既然都不亏欠、啊、就是不造业，不造业、啊、就不受苦、哦、所以我们了解说、哦、知白呢守黑，跟上面的那个知雄啊，手持哦，是相同意思的，哦，都是两面。那么为天下事，哦，就是天下的一个哦模范法则啦，哎，所以我们了解说，哦，这个已经有那个哦规范法则，那我们就容易哦遵循。哦，容易啊，去哦去做去行持，哎，所以哦，这个为天下事。那么为天下哦，那个模范哦，常德哦不特，哎，就是没有哦那个两样啊，哦常德就不会变化。那么复归于啊无极，哦又归到呢哦无极，哎，所以我们知道说。哦，这个无极，一无啊，哦，无到极点的时候、啊，哎，就是啊，我们那个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的状态，就已经回归回来了，哦，没有相对待，所以哦，我们了解啊，哦，有一句话叫“知得一，万事毕”，哦，那个一呀、啊，把它圈起来，是不是一个圆圈？圆圈哦，就代表无极。哦啊，从无极，然后呢，哦，这个啊两仪，然后呢四象，然后八卦，哦啊相中相错，八八六十四，一个卦气啊完成，天地之间的定数啊就出来。啊，因为有这个定数，哎，所以哦，我们了解说，哦，完成了、啊，它都有一个规范。自然有自然的规范，哦，白天过去啊，一定就是黑夜；春天过去啊，哎，就是夏天，哦，都有一个规范，哎，那我们按照这个自然的规范，哦，我们去做，哦，去行持，哎，自然跟天地啊，这个常德一样。那么既然跟天地一样，我们没有造业，那、啊、既然不造业，哎，就不受苦。哎，这个大概哦，或许怎么讲也都讲这样了。哎，不造业就不受苦，那我们会受苦啊，就是我们自己造业。那为什么造业？就是因为迷惑，哦，迷惑起惑就造业。那为什么迷惑？就是没有研究道理。那为什么没有研究道理？就是没有时间。那为什么没有时间呢？就是要赶快赚钱。是不是这样？啊，为什么要赚钱？要吃饭？所以哈、哦，我们就是了解到，哦，假如说我们呢、啊，这个有志一道，哦，有志向，哦，向这个道本体呀、啊、来研究，哦，啊、来进行实践，那个都是可以达到的。
他对吃好吃坏不在意，无汤啊假头哦。可是我们现在哦，这个嘴巴很挑剔呀、啊，迄、那个无好食袂落，一定爱食好哦。所以应该哦，这个当时不要让我们食好，拢食歹安尼就好啊啦。哦，因为有食过好吼，阿都还啊有经验。哦，提歹来吃都吃袂落去啊！所以哦，我们的那个口腹之欲啊，就影响到我们整个那个心的变化。那了解啊，我们那个口腹之欲，贪恋的嘴好吃哦，讲安尼口感偌好咧，哦，有多长的距离啊？三寸而已啦，到人家那里吃下去了哦，这真好吃，经过他吐出来吃一次。哦，所以啊，他只要一经过喉咙以后，那个东西都变味了，他吐出来哦，你吃你补回下去了。所以贪那么一点点，他只要进入那个我们巴托来的，所以哦，那你巴托的冲啥？用单位讲哦，讲我做咧决赛，那个老师有啊，耳康党，人咧问人咧讲拢无听，然后就批评，那老师有啊决赛。老师吼、接到恁妈伊的话，竟然听到啊！伊讲啊，你当时遐开悟啊，你哪知影我两只脚行一脚西趟，啊，等咧决赛。所以不要贪的那个口腹之欲哦。口腹之欲啊，对我们来讲，是造业的源头，拢见业，为着要贪好食，一寡业拢做做落来，所以我们了解说，在凡尘啊，这一些现象啊，都是啊变化无常，而且都是很短暂，我们一生真的很短，百年，我们南赡部洲啊。那个北极独州的人讲哦，迄南赡部洲的人足夭寿，夭寿哦，就是寿命真短啦。哦，吃安尼短短安尼百年一百岁，因北极独州的平均寿命啊，几岁？就是几千岁。所以以我们现在哦，一百岁的寿命。来想那个一千岁啊，想不想得出来？啊，不知几岁结婚哦？然后那个佛在讲，说咱的那个人类的寿命啊，最短的时候啊，几岁？十岁，咱人哦，上辈寿命十岁，啊，十岁时阵哦，偌久爱结婚？啊，无结婚就无法度传传宗接代啊，所以十岁寿命内底嘛爱结婚啊，因为命太短了，那个天地生的物质啊，虽然可以养生。可是哦，也有毒啊，会害我们哦。这个没有办法长久。啊，十岁就死啊，所以哦，就有心行善，然后哦，一百年又增加一岁，一直增加到八万四千岁。我们人人的寿命最高八万四千岁。啊，那个时候又是做得太好了。
哦，又起歹念，开始做坏，做坏也一样，每一百年哦，减一岁，一直减啊，再恢复到十岁，这样一增一减叫做一劫，安尼话故，一劫话故，一世人生呐、啊，万劫难复，啊，一劫就遮久啦，啊，咱万劫都无法度恢复。他爱多久回去的时候啊，用那个计算机算算看，一劫他爱多久、哦、一增一减啊，八万四乘以二嘛，对不对？一增一减啊、哦、乘以二，然后减掉二十、哦、那个数目啊，他就造出来啊，一劫。所以我们算的话，这个佛在讲这个哦，那个劫的那个年限哦，真的是头大。然后二增比劫啊，各位知道怎么算吗？哦，一劫是个位数，啊伊哦，甲一千哦，一千万劫的时候，叫诺由他。叫诺由他，哦，千万，然后哦，千万又是一个个位数，哎，啊，个刚好哟，哦，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千万的诺由他，叫做一个频婆，苹果的苹啊，婆婆的婆，频婆，啊，频婆又是个位数哦。哎，现在说个十百千万又要千万，千万的频婆叫做一个加他，加减乘除、哦、在一个走马边加，你有他的他，一个个位数，现在说、哦、个位数又在你家给个十百千万又千万，千万的加他叫做一个二增底劫，按一个二增底劫瓦固，哎，记得回去的时候算算看，啊，我们经过众生毕竟成佛，后面又加一句话，经过三个二增底劫，三个鸟，然后佛自己本身呢、啊，释迦牟尼佛。自己本身修持啊，他那个三个哦，把它变成无量，无量二增比劫，安尼瓦故，所以我们就了解哦，以往啊，是一些仙佛他们的用心，哦，他们啊，经过无量的二增比劫。修来的这一些殊胜法门，教导我们众生来修。你看，我们幸不幸运？哦，能够听到这一些法门，是经过无量的二增底劫所修出来的。所以，或许那个时候看这一些哦，那个说话，真的都是掉眼泪。这卖人哪有迄啰，哦，迄啰用心，哎，迄看咧哦，跟小孩子讲，迄卡通啦，哦，他都不会相信，哎，啊，可是哦，那个佛，因为或许看那个《大藏经》呐，可以有接近《大藏经》嘛，它非常大，哦，啊，有一百册，一百本。一本哦，一千块了，啊，一百本，安尼偌济？就十万块。然后光目录哦，就三本。目录就是介绍里面的那个哦内容那个目录，三本，所以103本。啊，因为以往呢，或许去看的时候，那个书店都是要我买整套了。我讲哦，我哪有遐济钱？一方面没有那么多钱、啊、一方面纵然有了我也搬不回去、
还多大呢、哦、后来在台中、哦、那个甘城有一家、哦、瑞城书店，他有分开卖，就是把100本、哦、把它分开、哦、你可以去订、哦、去订看要第几个、哎、他就会把、哦、你要的、哦、去向那个印刷厂、哦、去拿、哎啊、要印刷厂印这样、哎啊、几天大概一个礼拜以后、哦、书来的他就会打电话跟你讲你的书来了，可是一本要加200块，1200块、哎啊、所以我写就买回来看、啊、因为看、哦、里面、啊、全部都是没有解说了，都佛讲的经文、哎啊、所以一直看、哦、看久了，那个都一定要看很久，一本、哦、我们一本大概一年都看不完、哦、各位就可以知道那个多。那看到里面佛就讲说他已经、哦、修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已经修成了，可是等不到佛给他受记了，这个以往就是成就的佛给后来的佛受记，他说我都修行了，怎么没一个佛要给我受记，又经过、哦、大概有500世哦，500世又是很久的时间我们一世就100年嘛、哦啊、他又经过500世，然后、哦、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他住相，住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这个法这么好，我哪能让他失去，不能失掉他，他住在只有住在这里哦，结果所有成就的佛不给他受记、啊、他把这一个、哦、让他成就、哦、这一个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啊，给他放掉，全部都没爱、哦、燃灯佛以我受记，如以来世当得作佛好释迦牟尼哦、那个名，这个名记在《大藏经》里面。好，因为佛学就是看到，哦，所以啊，开始教人的时候啊，我就教人先破除我相，再呢，我们开始学啊，就法相也不要，了解意思吗？哎，这样我执、法执两个同时都去掉了，那没有我执，没有法执。直接进入、啊、就是、啊、佛性全体呈现，就是让我们能够成就，已经真的我们不是都求到了吗？那个求到就是受记的，啊，那都受记啊，知道吗？知道，我们就是受记的、啊、就是已经成就才受记、啊、要知道那个哦可贵的地方，没有我执，没有法执、啊、所以我们看、哦、我们整个社会啊，那么有法在给他们教到、哦、你如果按照我这样说去修、啊、你就会行，有没有？有没有法执、就是有啦、那个、哦光你执守那个法就已经不成就了、所以或者一讲、哦你万年都放下，一年不生，有没有法执？全部妄都放下来了，哦，一念都不生了。你不是说，有啊，我都弄底下万，哦，万年放下，万年放下。所以你看哦，那个法执啊，就在万年放下之中，已经叫你放下了，奥不奥妙？卖光了都不在哦，对不对？你所有的哦学的一切、啊、都在那个万念放下解决了，所有的法执都消失了，成不成就？成就。所以从众生的哦那个位阶啊，哦一直修到佛的程度啊，都离不开这一个殊胜的法。啊，
这个呢就是经过哦无量阿僧底劫修出来的。好，我们哦很荣幸的一下子就接受到。可是哦不讲的话嘛不知啊，这都拢叫平常啊。或许说哦，这个光要摸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就摸个30年，谁有那个哦那个耐心啊去摸这个30年？大概早就放弃了啦，哦，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说，哦，那个不容易的那个地方所在，就是我们那个坚持的那个心呢，哎，因为都小学没有毕业啊，所以哦比较容易保持啊那个笨的想法，那个读较济哦，大概就。不会再坚持了，所以讲盲讲的好处呢吼，拍拍也买一部台。所以呢，当我们呢复归于哦无极的时候啊，就已经呢归复到我们那个哦绝对体的那个佛性本体回来。哦，无到极点没有，哦，所以我们呢、啊、都会啊，这个执着有，对无啊，都不去探讨，啊，这个无的问题啊，才真的是哦，很值得我们去研究啊，哦，无没有，哦，所以天下万物啊，哦，生于有，然后有、啊、生于无，天下的万物啊，都从有生出来。它有从哪里来？从无生出来。100年前我们都没有，对不对？我们有没有？我们都没有在凡尘，都是无啦。啊，料啊，蹦出来对不？生出来哈、哦。100年后我们在哪里？又归无。所以从无而来，又归于无。我们呢就是了解说我们在修持的时候啊，就是要你先到达无极点哦，无的极点你已经到达了哦，那全部啊都可以你整个轮廓啊哦呈现在你整个那个思想领域啊都了解了哦，原来就是这样哦。所以佛性本体啊没有形象无相哦，那佛修证那么久他就讲虚空，以虚空来比喻啊我们佛性本体，所以说呢虚空无相不拒绝啊诸相发挥哦，我们这个佛性本体没有形象虚空无相，可是哦我们的佛性本体啊不拒绝诸相发挥，你要发挥出来山河大地，要发挥出来哦，男生女生要发挥出来，所有哦万物，所有万事，佛性都不拒绝，都让你去发挥。所以从无然后生有，啊，生有的时候啊，因为都很短暂，哦，都啊，哦，像我们身体。不会超过百年而已嘛，又归到佛性本体回来，从无而来又归于无，这样了解吗？整个轮廓啊，哦，都呈现，整个我们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之间呢、啊，要减少摩擦，减少障碍，就是啊，呈现的短暂的时间里面啊。哦，就是要让它能够通顺，通顺跟道相合啦。哦，阻塞摩擦障碍啊，那个跟道违背，那跟道违背啊，是我们自找苦吃。那我们哦已经违背啊，那个就没有办法
哎，你从无而来就归到无，那个时候啊，要在有之中啊，哎，六道轮回，这样了解吗？又没有听过，所以研究心理心法哦，对这一些观念啊，哎，大概都哦没有接近过了，哦，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哦去熟悉。这个是我们本具有的，本来具有的哦，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么讲的这一些啊，是它显现的功能作用。那我们本体没有了解，功能作用当然更不了解。那我们现在本体知道功能作用，功能作用越显现出来，哦，啊，越显现出来，我们又会了解说原来。佛性这么奥妙，这样了解吗？所以哦，哥一定会心里想，哦，这要了解要过一段时间，没有这么快的，哦。可是只要你有接受了，然后你只要说反复的哦，又能够听。哦，对了，各位先生，因为现在我们讲《道德经》，哦，今天是第21，哦，我们到第25的时候，25啊，哦，刚好是50片的 CD 呀，啊，50片的 CD 哦，我们那个小整理包刚好一包，啊，所以我们在25的时候会做出来，50片的 CD 的时候会做一个小整理包。然后寄到这边来，那个时候各位在带啊一包的小整理包50片啊回去听啊，你就可以听得很熟，哦，因为一片一片拿的话，哦，回去不好整理，哦，被坑在等嘛拍坑啊，这个整理包，哦，很好放，你一翻开的，哦，它的那个顺序啊，哦，1、2、3、4、5、6，你要听的话，我就没听得贵，马上就可以抽出来，哦，听完放回去，很好整理的，又好携带，哎，自己听也好，要送给人也容易，啊，嗯，归头让我理，我再去拿，哎，所以我都鼓励啊，哦，各位拿，哎，那后面那个大概是《金刚经》了，哎，啊，或许鼓励说，哦，各位拿回去，哦，听，拿给亲朋好友。因为亲朋好友他有机会听到会很高兴，哎，你就拿回去，啊，我们这边经常先不讲，因为有了就好，哦，下次，啊，要讲那个楞严经，楞严经，哦，那个经的名称，啊，蛮长的，啊，大佛典如来密因修正了义知菩萨万行，哦，首楞严经归理第三理，它经的名称哦，无理占地的。那我们都有那个简称的习惯，就讲楞严经，那个是属于密教，所以显教里面没有。哦，那或许就哦，眼前呐，啊，已经着手在写，要写的就是讲义啊，给各位看。可是或许讲的时候，按照经的经文讲解。哎，就跟呢那个讲《金刚经》一样，哎，目前已经有写70几页了。各位看了一定会恍然大悟，哦，原来真心佛性就是这样。先预告。哦，我们那个楞严经的详细啊，哦，你等到拿到看到以后啊，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比那个哦《金刚经》还要详细，哦，还来得哦说明白，哦，说得非常明白。我们已经呢到这个3:30的时候，可是今天怎么讲？讲28章才讲一半，
这个留下来还有27分钟的时间给各位发问，各位一定要问啊，越问啊进步就越快，不要怕人家笑，我问这问题人家跟我笑，不要怕了，有疑啊就必问，有没有人要问啊？刚才举手很久那个啊，你不是要问吗？好，请说。天罗院是有什么差别？天罗院那有什么内因、外因之分，又是什么困难？那个多帅天在御界，御界呢它有6个天，最低的呢就是四天王天，四大天王。那么它在弥勒须弥山的半腰，啊，再上去啊，就是那个忉利天。忉利天呢，是我们在讲那个33天，33天叫做忉利天。它在那个须弥山的山顶，顶依地而居住的。啊，因为那个山顶啊，它有东西南北，然后呢各8天。48、32，啊，连中间的那一天呢、叫33天。那么中间那一天的那个领导者叫做四体还阴，有时候我们叫做地势，皇帝的地，解释的是地势，第四天。那我们那个师长就会用这个天呢、那个布袋戏也在讲。33天天外天，就以这一个忉利天呢，为主要，然后再上去呀、叫做夜摩天。夜摩天呢是依空而住，它已经不在地面的，是依空，依照这个空间它住。然后呢，这个夜摩天再上去呀、就是多帅天。那多帅天呢，我们就是了解弥勒祖师呢。他还没有掌天盘的时候啊，他就是掌管这个多帅天。那么多帅天呢，有分内院啊跟外院。外院呢就是比较程度低的，功德比较小的在听讲经说法。然后内院呢就是程度比较高，进到内院啊去听那个讲经说法。那个内院呢是我们那个弥勒祖师本身在讲，外院呢就是化身在讲，所以那个有差别。那么再上去啊，叫做乐变化天，这个是欲界的第5天，那再上去呢叫做他化自在天。那么他化自在天呢、也叫摩西所罗天，就是那个婆媳魔王在住的天、所以我们整个这个欲界、都是那个魔王婆媳的、那个管辖天下，然后一贯婆媳很贪恋凡尘，他希望我们凡尘的众生、都不要修道、都当他的魔祖魔孙了、只要我们发心修道、就会把魔功打破，就我们住的宫殿、那个都是魔功了，了解意思吗？咱住的那个所在啊，拢魔宫了、你看那个他化自在天、他所变化的那个自在天、
就是魔王婆媳他住的。那我们了解说弥勒祖师长这个天板以后啊，他就已经没有在管理啊这个多衰天。那天婆院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是整个整个我们宇宙之间啊，就是这个弥勒祖师呢在掌管，所以哦，只要是我们成就了，就到了这个天婆院。那我们哦，现在啊是站到这个上天大概普渡了。那因为上天有跟我们说只要你有接受啊，这个受记就是求道点道。那有点道以后啊，你就有万八逍遥，就是哦，一个缘会里面啊，十二分之一啦，一万零八百年。那么一万零八百年之中啊，假如说我们已经归空了、死亡了，你就到天佛院去。那假如说我们在凡尘啊做得不好，有一些罪过，就在天佛院里面啊，在修，去天佛院修，在这个一万零八百年之中啊，让你啊都不在地狱受苦。可是啊，超出这一万零八百年上天啊就不会再这个强烈要求说你要怎么样，不会，已经够了，那个时期啊已经够了。所以或者一直鼓励我们自己本身修，修到呢那个佛的程度，就超出这个万八逍遥，一万零八百年那个逍遥，一万零八百年，在我们现在有身体来讲很久，可是在我们佛性来讲，它是刹那，一刹那就经过了。所以一定要借着现在有身体的时候啊，借假修真我们呢这个假的身体啊有真的佛性啊，那个真的佛性呢在主宰我们四天圆动，那个佛性呢一定要修到它恢复光明，不是光明七照片而杀吗？忘了，才刚想而已那个张轴啊，秀才悟道记啊，不是第一句就讲吗？光明即照遍而杀，有没有？所以我们现在修的时候啊，就是恢复它的光明那个即照即佛性本体照佛性的功能作用，能够遍啊整个佛世界，这个就叫成就了，已经成就。成就就超出万八逍遥，就不只有一万零八百年了，这样了解吗？所以各位要了解到，我们再下去人类生存在这个有形有相的这个地球还有两个会，然后人灭天地混沌，下一个缘会啊开天辟地，人类在降世所以有求道他没有修，等到下一个缘会但人类降世的时候他们又来了。因为我们有经过的人经过六道轮回都知道很苦，不来不来谁要来？就是有求没有修的这一些人来。那只要说没有求，你在凡尘好事又不做，那就变碎灵，灵魂碎了。灵魂碎就变成蚂蚁蚊虫，是不是很小他们要集灵，集灵以后才会有人的身体，才会有那个禽兽动物的身体，那要很久的时间它才会集灵。因为它所出生的那一些小动物要全部死光光了。那一些小动物早点生的它早点死，
晚一点生的，晚一点死，对不对？要等到全部死光光啊，也就是很难等啦、啊。哎，不是一个娃，都是一个娃哦，拢有人在娃了，啊，变作吼无当在死，啊，都无法度治疗，啊，无治疗吼，伊都无这个大诶这个形象诶辛苦啦。哎，啊，所以我们了解说。哦，在凡尘哦，你都微微重待，还消哦，非常逍遥，非常哦，哎，这个觉得都了不起，那个很可怜的，要知道那个后果。哦，那有在凡尘有修，他最起码还可以保持哦一个大的哦这一个形象在，下一个缘会啊还可以来降世。所以我们那个黄母性子世界啊。不是说三山坡嘛、哦、然后我们把我们先衣先鞋收回去，那个是讲好听啦、啊、讲好听话较不让人难过、哎、其实是我们自己本身造的业，有那个业咱才会来完成现象、哦啊、所以了解说、哦、那个弥勒祖师现在啊掌天盘，他那个、哦、欲界的哦，那个、啊、多帅天啊，哎，不是他在管理，啊，不是在他在管理，谁在管啊？也是他在管理啊。啊，佛不是千百亿化身吗？你看我们法会的时候，到处不是说老师都接下来，哦，跟我们接引嘛。啊，怎么有那么多老师、啊？就是这样啦、啊。还了解不？哎，也是哦。弥勒祖师啊、哦、因为他那个时候啊他还是补处大士啊，就是还没有佛的名分，所以他管理啊、哦、那个欲界的、哦、多衰天，现在已经是佛的名分了，他掌天盘，还有了解不？所以天佛院、哦、跟那个弥勒内院是不同，我们回去呀、啊，我们要不要去弥勒院？就是去欲界的那个多帅天，要不要？所以有人都会笑我们说：“啊，你那救都救回你欲界第四天而已啊！”哦，不对了，他那个哈、哦、认知错误。还有吗？还有15分呢。好，请说。好，那个之前我看《经典》叫《弥勒三生经》嘛，他也是讲说修到那个欲界那个多帅天的时候，听闻弥勒菩萨说法，弥勒祖师说法，他就会得到无生法忍。那请问什么叫无生法忍？好、哦，那个无生法忍啊，我们就是了解到哦，在这个修哈、哦。那个《金刚经》里面、啊、就有记载，哦，这个从啊这个四个果位啊，四个果位都不住相，啊，你到达哦那个四个果位的时候啊，就是已经呢得到无生法忍。各位都没有听《金刚经》吗？没有？哦，那个。哦，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跟阿罗汉，哦，那个四个果位。啊，我们呢，这个要了解说，得到无生法忍啊，才哦能够这个成就。哎，我人家有别人啊、哦，这个无生法忍哦，就是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呀、啊，哦，那个叫做无生，啊，无生法，哎，就是哦，已经啊得到了，已经哦了解到哦佛性本体了，然后哦那个忍呐、啊，忍耐的忍呐、啊，在这个佛教来讲，哦那个忍耐啊，佛教都讲哦没有你有他了。哦啊、所以没有欺负的人也没有受欺负的人都没有，那为什么要用忍耐呢？所以他那个忍、哦、是安住不动，
安住不动、哦、就是安忍、啊、你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上面、哦、都心都不动了，叫做无生法忍、啊、所以我们、哦、这个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啊、就是已经都得到无生法忍，了解意思吗？啊，得到无生法忍、哦、这个就是阿罗汉，然后一直到菩萨，一直到佛，全部、啊、都具备，具备、啊、得到无生法忍，都有、哎、都有这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哦、那个叫无生法忍。所以我们把它、哦、这个合起来以后、啊哎、我们又多一个、啊哎、可以讲、哎、说、啊、你去这个求道修道得到什么，你跟他说得到无生法忍，然后又可以解说呢给他听、哦、无生、啊、就无灭、啊、没有生灭就是我们、哦、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它没有生灭、啊、在没有生灭的这个法里面已经安住不动了哦、都能够保有它，这样就可以成就，这样了解吗？谢谢老师。还有吗？要不要问的？还剩下十分钟。啊，刘老师你好。好，请说。或许想要问那个有关南极老仙翁哦，就是陈道，或许知道说他是率领上中下啊，上中下八仙嘛。然后要称为这个传圣大帝，也知道说他轮回就是混沌七世嘛，然后也知道说因为在道场常常有时候会看到那个南极老仙翁来，然后查资料这方面可能比较少，所以想要了解一下有关我们那个仙翁的故事这样子。对啊，因为这个南极老仙翁来这个借教的时候，都这个呼叫我们叫宝宝，好像我都变得很小了。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哦，这个南极老仙翁啊，他老人家呢，这个很慈悲啊，说呢，自从我这个成道以来啊，这个天地已经混沌了。七次，就是呢见到七次的哦这个缘会啦，啊，所以哦我们就了解说，已经经过哦七次的十二万九千哦六百年，就已经那么久的时间了。可是我们都迷昧这么久啊，哎呀、啊、都没有追求，没有修了，哎呀、啊，所以哦了解到哦那个。说、哦、这个带领的上中下、哦、各领八仙来、哦、跟凡尘、啊、这个绝缘，那我们要了解说、哦、这个都是过程，都是一个过程、啊、那个、哦、我们要了解说所有的、哦、比较能够呢这个掌道盘、啊哦、或是呢比较在凡尘啊，能够领导一方，都是呢修正者啊，倒装将士啊，做这个事啊。哎呀、啊，所以我们哦要知道说哦，那个已经修正以后，对那个众生的关怀，并没有搁下，他会更积极的哦，哎去这个度化他们。那我们要。这个了解说、哦、这个南极呀、啊，哎南，哦，我们就了解说，哦，就是已经呢啊皈依啊，皈依到哦那个无极的顶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复归无极，啊，所以哦，它是形容，形容呢就是我们从无始以来，哦已经在凡尘了、啊。轮回太久了，
都迷失太久。然后呢，这个上中下各哦啊八仙啊，这个都是在凡尘有经过哦修道，然后他们修道的过程，我们众生呢多多少少都有耳闻啊，都有听到，哎，然后他带领他们来跟众生结缘，让众生也笑话哦那个他们的哦一些啊在凡尘的作为哦能够。启发呢那个善心哦，能够呢哦做到啊，哎，这个所有的这个众生啊，都度化他们去修持哦，这个都是哎在这个形象之中它所包含的意思。那我们说哦，这个无始天真啊，无始没有开始，它、啊、没有开始的天真是谁？哎，也是我们哦，那个不生不灭那个佛性，哎、啊，所以哦，了解说哦，在讲的、啊、都是要我们去追求我们的根本，我们的本来，追求我们的本来。啊，他把这一些带来，让我们哦，哎，能够去哦反省，能够去、啊、观察，还能够去实践。哎，啊，所以哦，每一次来的时候啊。哎，都会很慈悲啦，然后那个形象，哎，就是很老迈这样哦，哎，那也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啊，哎，都会老，只要有形象哦，他、啊、都一定会老，哎，啊，有形象哦，都一定会死呀、啊，哎，啊，所以要追求哦，那个不会死的，哦，啊、所以呢，我们从哎那个表现呐、啊，哦，以及言谈之中呢。哎，就会知道说，哦，诸天仙佛都在用尽心机呀、啊，在帮助我们，哦，这个修道，启发呢我们那个善心，是这个样子。那假如说再偏一些故事来讲，那个都是哦画蛇添足了。还有问题吗？还有五分钟，好，请说。对老师，那谢谢大家。我就想一下，因为这里有道起，他因为官司产生了，然后有冤枉，他、啊、是不是与他因果有关系？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用不生不灭的佛心去什么，去能够化解业障，可否能够同修化解疑难之？是我们应该要升起。你把佛心拿去用在哪里呀、啊？当然啦、啊，我们会遇到事情啊，很多都是吼、哦、业力现前，我们自己造的业啊，那个业已经哦成熟了，啊成熟啊显现了，让我们去哦去了这个业啊，所以我们就要培养那个哦欢喜心啊，感恩受，哦只要是遭遇自己遭遇、啊，自己啊就哦去承担，哦不管合不合理啦、啊。都去承担，然后只要你承担，把那个事情处理过了，哦啊之后啊，那个业障啊也就已经了掉了，那往后就清了啦。哎，所以哦哦要知道说，哎不能用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呀、啊，好、哦、来求说哦这些事情啊都摆平了，这样哦他会很哎。很委屈呀、啊，哦，所以哦，我们要了解，它是超越所有现象，那我们所遭遇、啊、都是在现象之中，哎，那现象都是变化无常，虚幻不实的、啊，哎、啊，所以遇到哦这个不如意的现象啊，哎，还是要乐意的去面对，只要面对啊，够了就好，这样好吗？冤枉的，因为以前曾经哦冤枉别人，现在被人冤枉回来，就是回报。哎，现在给人冤枉就是较早哦，捌冤枉人，无影代志拢硬要讲公务，不是这一生做的话，就是前一生做啊。啊，现在回报，哦，让你也去体会。
哎，还有两分钟，好，请说。大师好，慧学生，请问一下，就是说我们在道场里面都讲内圣外王嘛？后学有看到我们的那个仙佛慈悲的秀文，是说内的不沾，外功再多等于零嘛？然后呢，那这样的话，如果说我们在今生修，然后很不幸的没有找到我们的内圣。那这样的万八年就是只想万八年，是这样。好，请坐。那个哦，各位先贤，我们就不用顾忌啊，说我们有没有达到内圣，这个哦，没有人敢这个保证啦、啊，只是我们尽力啊去做。哦，那个内圣啊，我们是可以做的，就是哦，从那个八条目啊，哦，革除心中的物欲，心中没有事，心中没有物，没有了，哦，革了。都全部、哦、隔除，那隔除隔物以后、啊、我们就会自知，就会知道那个知道、啊、已经超越现象，就是从佛性发挥出来的知、哦、所以那个知、啊欸、就是没有两边，就是一个、哦、本体、欸啊、所以那个自知的知、啊欸、就是正知、啊、正见、欸、也就是佛知佛见，然后从、哦、那个正知里面再发挥出来意啊，就诚意、哦、我们呢要了解说那个诚意就很重要了、哎、我们对人啊诚不诚意我们自己知道，对事啊诚不诚意自己知道、哎啊、你意很诚了、哦、就等于发挥天性、哦、意诚，然后心就正，你的心正所行的、啊、都是正确的，啊，心正以后、啊、身就修，啊，身修啊，家就齐，家齐就治国平天下，啊，只要我们按照这个方向去走，哎、就叫内圣，哦，内圣的功夫不是很困难的、啊，哎、啊，照你那样说起来哦，好像是很困难，哦，啊、怎么达到啊？哎、啊，所以。我们只要去做，就不要去管达不达到，只要你努力做，做一分就是一分了、啊、你只要、哦、努力一分的真了、啊、忘了、啊、它就会少掉一分，它就会接近、啊、佛心、哦啊、你能够十分的忘去掉，就十分的接近佛心、啊、那个就是我们、哦、追求的内圣，啊，内圣功夫有了，外好就自然达到。